咱关庙
咱无事可五点。关帝爷，三只羊关帝爷，十二年，甲一颗的这个见证，啊，下暗，这个普渡会使讲人山人海，情况哦非常的空前的，所以哦，阮伫只代表三只羊管理员会，啊，甲阮只的主会团，由阮这个大主会。吴建南，哦，这个董事长所率领这个主委团，我甲阮这个建设董事处的，而且深深的感谢咱这次是各界、这企业界，啊，阮这个主委团，啊，甲这个这个董事处所有的这个这个官僚啊，甚至贵人人德，哦，啊，咱周边这个乡亲，而且信守台顶，拢甲官帝啊咧斗下手。所以今仔日，这个中华民国普渡的中华民国会当这个成功，也是要感谢各位的这个热心、鼎力的这个支持。我非常在此的感谢各位，谢谢。好啊，当然，明仔载这个上头天的这个时刻啦，吼，啊，下暗多滴看大家咧，这个人山人海，啊，所以小弟伫遮吼，也非常欢喜。啊，借用这个机会，明仔载。啊，阮这个伫官庙的大兴街，就是讲咱迄个超级座迄条路后壁就是阮迄个支持牌，哦，有四五千个，诶，这个放大条，诶，放大，诶，放大吼，啊，请各位，即个这个信徒大家，即个乡亲，哦，即个观众啊，诶，这个路啊，诶，大家卖客气，来看闹热，啊，顺便来享用这个放大，11:16，我要来开始。11:16要开始，啊！伫只利用这个机会，啊，祝各位信守台顶，伫咱关圣帝君的这个庇佑之下，下当安尼家道兴隆，事业发达，财源广进，一切顺利。感谢各位，谢谢。来，啊，即马就咪要请咱今仔日的协办单位哦，本来是咱的赞助人之一，就是咱的立委，咱市长率领方伟哲道的甲乡亲问好。谢谢大家。咱的五道水友，咱的欧洲位各位委员，咱陈副长，啊，各位咱官庙以及咱的市民同事，大家平安大好。我甲大家同事的问题就好啊，你看有好看无？你看真看无？所以我讲咱这个就较侪点了，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，感谢大家。各位乡亲啊，今仔日场哦，加这个场地来加万啦，会使讲人山人海，好来各界来足济贵宾，但是这贵宾大家拢真客气吼，讲无爱耽误大家看的时间，所以各位咱来三个贵宾甲大家问好，啊各位，这场戏要演出吼，其实主办的人诚辛苦，所以各位，我们用掌声加尖叫来感谢，一二三。好，刚才各位贵宾啊，哎。正出马上要开始，今仔日要演的故事是咱台湾400年来的近代史，或者阿波，所以也要演出台顶的演员有台语发音，有国语发音，有老英语，还有客家话。所以各位，我们左右两边有两个大的字幕，大家也可以参考。啊，今仔日拍摄，因为会使讲人山人海。表演的节目有那真多，所以难免声音会较无清楚。啊，各位看戏哦，啊，我已经这边安尼人足多，拜托唔好搞我的电线脱断伊哈，电线脱断伊哦，字幕都无用，啊，声音就会断讯哦。咱接待三分钟，尤其各位哦，头拄啊有一个茫茫啊吼，所以呢，我们另外的五路场大乐队哦，来出一个声音给大家听一下啦。Thank you.
来。或是演奏好，告诉我，在我们的脸书按个赞，我会跟他们加薪水。啊，如果哪个演得不好，告诉我，我就扣他们薪水，好不好？好，好，我们等待三分钟啊，马上开始，大家乐队演奏。
菜呢？哎、欸，请讲呢，你大名大姓啊？老汉叫吴玉环，家住鼓楼莫山地。哇，有什么位啊啦？我做工作是阿哩啊，我伫个老汉门啊。伫个啊？哎、欸，我哩打架啊，我一炮血流毛背脏，当天立即上卡。没啦没啦，这我讲给你了解。咱们罗汉两个人拢生到真好，好朋友，少林寺的和尚啦，伫阮家哦住两三年咧，教我真侪风趣的功夫。好，我朋友够侪啦，连这个风趣啊吼，我欠的嘛袂少呢。还是安尼啊？互相哦吼，唔该，踮在这个和尚内，你到底？你想要知吗？我想要知。哪里好？生的哦。但讲兄弟没头发，一条头发哎。哎，你过来。哦，好是吧？来就好。哎，来啦来啦。咱下暗普渡大拜拜，一连贯的这个节目哦，咱另外很欢喜啊来办新开戏，啊就来演好秀，啊甲咱的911摇滚乐团以及所有这个党干事做来拼声的 KTV 布袋戏，啊拢坐来。演出提供予咱这个好人客、好兄弟、高分者，大家一路边享用贡品，一路边观赏这个娱乐节目，很欢喜，在喜乐的氛围，度过非常快乐、非常满意的这个普渡大典。这场演好秀，欢呼一下，给大家这个掌声。老爹，老爹，好。来祝敬咱的所有这歌星党，这个边关红歌艺以及演好秀。会使讲，予咱大家除了对宗教的信仰，对外关庙三世宫主神文明圣地，神威显赫，神勇攻击，来保咱大家家家户户将神神代德心中的瓦壳，咱的心中的信仰，这就是咱台湾文化。台湾庙宇文化，咱一直就是流传过了百年，就是咱的台湾庙宇文化。有恁的参悟，有恁的指导，予咱的地方愈来愈发展，愈来愈兴旺。带来家家户户大赚钱，子孙行。
咱这烟火秀经过申请消防队来核准的哦。尤其甲大家报告，咱这所有的主会团队、先进台长，甲咱的十一日，咱这和平建设党干事会主会团，咱大家平安普渡大拜拜，这个栽培区，咱这个栽培区，就是咱这金银纸料、青金。经于白钱所规划的这个栽培区边有一个活水的井池，听就是井水井水。咱大家建设党干事会主会团十一日的和平，大家愿心来关心，来参加。